大家好，我是 Heidi。 iHerb 这个购物平台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了，里面除了有零食、护肤品、化妆品之外，还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、生活用品，甚至乎宠物用品等等的，都算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网购平台。最近讲开保健品，见到自己有些差不多吃完就是时候补一补货，所以我就入手了少少东西回来了，里面都是一些我经常性无限回购的 iHerb Top 5来的。而在讲 Top 5之前，就想跟大家讲一样我最近认识的嘢 ，Top Cashback， 英国最大的现金回购网，在香港都可以用啦，好方便，好好用，啱晒中意网购的大家。当你成为他们的会员之后，然后在合作商户例如 iHerb 进行网购的时候，就可以赚取额外的现金回赠。只要登入 Top Cashback 的平台，用 Redirect Link 连接去购物网进行消费，就可以赚取不同 percentage 的回赠。每家商户都会在不同时间推出不同 percentage 的回赠，高达25%。如果商户本身有些官方折扣，一样照有。好像现在这样 ，iHerb 官网做 promotion 有 20% off， 然后 Top Cashback 英国站就会提供 4% 的现金回赠，多了这 4% 就好像感觉上有折上折优惠，绝对抵过你直接上官网买。然后这些现金回赠是可以透过 PayPal 直接提取的。啊，唔记得讲添 ，Top Cashback 系免费注册噶。除咗今日会分享嘅 iHerb 之外咧，仲有好多唔同网站，例如化妆品网站就有 Cos Beauty、Beauty Bay 同埋 Look Fantastic 等等，都有回赠优惠。我知道大家中意喺 Look Fantastic 买嘢噶啦，最高系有 15% 回赠噶。甚至乎我自己好中意买嘅 Selfridges 啦，或者其他唔同种类嘅商户咧，都有唔同嘅回赠优惠嘅。如果大家有兴趣咧，都可以去睇下噶。不过要提提大家，唔同时段嘅回赠率有少少唔同噶，所以买嘢之前记得睇清楚 TNC 啦。最近佢哋有一个几正嘅迎新优惠嘅，只要你从来冇登记过 Top Cashback 英国站嘅朋友仔，喺8月15日之前透过 Info Box 嗰条 link 登记成为会员，并且透过英国网前往合作商户进行任何消费，除咗得到商户消费嘅回赠之外咧，仲有10英镑嘅回赠。不是10港币，是10英镑，等于送了一样 iHerb 的东西给你了。好了好了，讲出这么久差点忘记跟大家分享我的 iHerb Top 5名单，现在即刻开箱了。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是 iHerb 最常买，也都是价格跟外面差几远的，就是不同种类的 supplement 了。这一间我分享过几次了，维他命 D， 180粒的胶囊都是卖30-40元的，可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、免疫力的。然后这一支是什么嚟嘅咧？佢咧就叫做接骨木，里边唔系胶囊，唔系药丸，系液体嚟噶。佢有咩用呢？就系啱啱开始作感冒嘅时候食，个感冒咧就容易啲击退同埋消失噶啦。喺我屋企咧都几 work 同埋万事万灵嘅。佢个味道咧就唔算话非常之讨好，但系又唔讨厌，系食得落口嘅，系嗰啲酸酸妹妹的味，咁同埋咧一支120元左右啦，唔会每一日都感冒噶嘛，咁所以咧系可以食到好耐，我系不停不停咁样回购嘅。呢两样嘢咧，总之差唔多食完咧就一定会补货噶啦。然后第二样嘢咧就非常之适合我呢个论尽嘅日，就系呢一支 Wow Stick 啦。大家有冇用过或者知唔知佢系咩嚟嘅咧？里面有支咁样嘅嘢啦，有少少似番碱嘅，好似我呢啲咁论尽嘅人，食嘢天一半地一半，偏偏就系中意着浅色衫，茄汁、豉油、咖喱，全部滴晒落件衫嗰度咧，要洗其实都几难噶。如果洗唔甩嘅话咧，件衫又作废。喺呢个时候就系靠佢啦。洗衫之前喺个污渍嗰度系咁捽，然后抌落去洗衣机洗，洗完出嚟个渍系淡咗超多，用肉眼咧系唔知道曾经咁污糟过，咁所以咧佢系我一。物嚟噶，咁大嚿用到超耐咧，都系 around 50元左右噶咋，非常之抵啦，系家中必备。第三样系一个比较健康嘅零食，曾经我喺每月最爱片同大家推介过嘅，成日都断货，今次我都买唔到我最最最中意食嘅西妹，但系同一个牌子，差唔多嘅包装咧，我就买咗呢个恒普肉啦。大家可以认住呢个包装啦，都算几受欢迎噶。一包咧就大约30-40元，睇下边款啦，里边系冇加任何糖啦、色素或者系调味料嘅，非常之天然。咁咧，我觉得食多一两粒咧，都唔会有罪恶感咯，可以口痕嘅时候咧，
咁就嚼下，你係會食到佢本身 texture 同埋味道啦，然後係好食噶，你唔會覺得因為佢健康啦、淡而無味啊咁樣噶。第四樣咧就係、是、大家成日都會喺我啲片度見到佢嘅蹤影 ，Real Tennis 嘅美妝蛋啦。每一年我都會買呢個四個裝做替換嘅，咁呢一盒咧係非常之抵，四個今次買嘅價錢咧係120蚊都唔使啦，仲有4% 嘅回贈，代表住一粒30蚊都唔使就買到，可以用到大半年。咁呢一款咧，点解我会咁中意咧？就系、是、性价比高啦，跟住之后佢湿咗水之后个弹性好好啦，上妆咧系好平均嘅，又唔会吸咗好多粉啦，或者咧系完全吸唔到啲粉浮晒喺块面嗰度咧，都唔会噶，系恰到好处。咁所以咧用咗非常非常之多年咧，一路都系我嘅回购单品嚟嘅。里面四个美妆蛋的大小是一模一样的，如果你未用过想试下的话，它们都有一个妆和两个妆卖的，但是我用开就当然买四个最抵了。轮到 top 5的最后一样是生活用品来的，第一次用的时候我觉得非常之神奇的，就是这一盒了。如果你是打理家里小家庭要煮饭的话，真的一定要买它，里面有10个胶袋。冇错，你冇听错，系胶袋，望落去亦都系非常之普通嘅透明胶袋。咁佢有咩特别呢？就系、是、可以帮蔬菜保鲜啦。个保鲜效果咧系比起用保鲜袋或者报纸咧更加 long lasting 噶。咁多年嚟我都冇研究过系乜嘢原理，但系啲菜摆咗落去再摆落雪柜咧系可以放一个星期噶。你知街市噶啦，10蚊一兜菜，15蚊有3兜菜，冇理由唔加多5蚊要埋嗰2兜。但系又唔系成日喺屋企食饭或者咁啱唔想煮嗰啲嘢嘛，所以有咗佢之后咧就解决咗呢个问题啦。25蚊左右咧，佢嗰啲胶袋唔系即弃噶，系可以重用噶。咁所以咧真系又抵买啦，又帮到好多小家庭啦，或者系买完翻嚟又唔想煮嗰啲咧，即系好似我咁样咧就非常之啱啦。今次 iHerb 主要就是想補貨的，但是我都買了一樣新嘢嚟試啊，就是鼠尾草啦。因為聽講咧，鼠尾草可以用嚟淨化水晶啦。咁然後我最近都帶多了水晶啊嘛，咁就想看看有冇用啦，有冇功效啦。如果有用的話咧，都會同大家之後分享分享噶。佢比我想象中的体积仲要大啊，40几蚊就平香港买超多啊！好啦，以上就是一些我在 iHerb 最常回购的产品啦。至于点解会分享 Top Cashback 呢，就是因为我的师奶仔性格，在冇用多了钱的情况底下，有额外的现金回赠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几好噶。同埋咧，大家觉得可能买 iHerb 都是几百蚊啫，4% 好少，错啦。迟啲去到旅行的话咧，佢哋合作商户是有 Agoda 啦、Booking.com 啦，系悭到好多啦，同埋回赠个数咧系会靓仔好多噶，所以而家练定点样用先咧就啱噶啦。而如果你已经移民咗喺英国，或者你有朋友移民咗喺英国嘅话咧，就更加啱用啦。因为回赠是可以透过英国银行户口去 PO， 而英国的电媒、保险等等商户都全部有回赠的，非常之方便，不要错过这10磅的迎新优惠 啊！不过要提大家一样嘢啊，如果用电话咧去买嘢的朋友咧，记住在 Top Cashback 英国网站 redirect link 去咗个购物网之后咧，喺网站版嗰度购物，不要 direct 去个 app 嗰度，一定要用翻个网站去买嘢。咁呢个系一个小小 tips 俾大家啦。系啦，咁今日嘅分享就真系嚟到呢度先啦，都几多资讯性，希望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，同埋对大家有用嘅。如果中意今日条片嘅话咧，记得俾个 like 我 subscribe channel， 我每个礼拜都 upload 两条新片噶，逢星期六下昼3点同埋星期日下昼12点，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